今天来游玩花莲池南森林游乐区及花莲东大门夜市，一起出发吧！欢迎来到 Peter and 文文的频道，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池南国家森林游乐区位于台湾花莲县寿丰乡池南村鲤鱼潭风景区南侧，西半部属于秀林乡文兰村。从园区的林业纪念碑即可远眺鲤鱼潭湖光山色。然后就从中间开始压，就这样放上去，然后压中间，比较不会有脏脏的痕迹。有一些果子或点心类，他们其实会把月桃的叶子磨成汁之后加入里面开始打。花开的时候会有染，他们花开的时候，他们的花可以当染色剂。像我们现在人可能皮肤比较敏感，那其实他们的染色剂就可以当成就是说天然的染色剂，就比较不会对皮肤可能会有过敏或影响之类的。对，只要确认你天生不会被对菊科类过敏就可以。那第二个是我们的鱼腥草。那鱼腥草的话，其实我们台湾最常用的就是我们台湾有很好喝的饮料叫青草茶。那基本上青草茶的话，鱼腥草就是其中一个原料。那青草茶我们想到就是什么？像夏天热了，我们会清凉会去火，那我们可能会
可能会燥热什么的，其实鱼腥草就有很好的效果。那我们现在其实像前阵子不是有武汉 COVID-19 吗？COVID-19 的我们的新冠一号的配方里面其实就有加入鱼腥草作为材料之一，就是他们确实研究证明说会有就是抗发炎啊，然后咳嗽抑制之类的药用方法。那后面我们后面药学上也有在研究更多他们它之类的应用方式。那第三个是我们的月桃，月桃的话我们台湾总共有18种月桃，那可能台湾月桃啊、乌来月桃、阿里山月桃，这些月桃都是在我们台湾其实都看得到的。那月桃第一个的方，我们最常用的方式就是食用。那食用的话，就是像我们不是端午节会吃粽子吗？其实粽叶就是可以包在这个上面，它就是可以当成粽叶一种，可以提升它的香，粽子的香气。那会有它，因为月桃是姜科的，就是像生姜那种姜类姜科的植物，那他们就可以吃，就是拿来包上去就会有调味的作用。那在日本他们那边有一些果子或点心类，他们其实会把月桃的叶子磨成汁之后加入里面开始捣，然后它的那些嘛，就是一些果子核果子类的就会有月桃的味道，那就是他们一些当地的一些食材的应用这样子。那基本上就是这三种植物，那稍微注意一下。所以从这边拿，对，从那边放进去，然后就把它放进去。然后这边有夹子，如果你们觉得手弄不方便的话，可以。晚上带大家来花莲东大门夜市，游客可拿在花莲住宿的实体发票一张换取东大门100元的夜市券，每人每日可换取一张。此外，在花莲住宿每晚可折抵1000，
下载 APP 可以领取农粉币250元等许多好康。我们用农粉券买渡轮烧，白玉红豆巴斯克蛋糕。